可以吃什么？你先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就带你去吃什么。那我要吃咖喱，没问题。而且我告诉你，这家的咖喱是世界各地应有尽有，随你挑选。真的假的？真的。但是我不想走太远呢。你不是一直要减肥吗？啊，减肥不走路。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很近。真的吗？非常近，只能五步以内。哦，三步就到。真的假的？真的。来，预备，开始。一步，二，三。哎，我看，我看，我看。哎，你想吃哪一个？吃什么？好，我都可以。我都想。嗯，好吧，那我都要。好，全部都是。耶！墙壁上的照片好特别哦，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呢？因为我们的店里想要带出一些就是旅行的主题，因为我们是喜欢旅行的背包客。我们有一位老板，他就是兴趣是拍照，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说，哎，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很多地方很漂亮啊。有大概哪些地方啊？对啊，像这边的话有印度，印度有云南，云南泰国，泰国柬埔寨，日本，越南。天哪，在这边我只觉得有一种环游世界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就哇，很美。但他讲的是哪一个的？我刚才想说，我们可以玩个游戏，就是来猜猜哪一个是哪里，很有趣哎。啊，猜日本啊，制作人说要猜日本。等一下，我看一下日本。五秒，四，在哪里？啊，那个最右上角，然后高速公路那个。对，不是，他说不是。是那这三个的最右边那个，最左边也是哦哦，那个对，那再一个，我很想猜越南好了，越南红红的那一幅，越南在上面红红的那一横的那个，好了，我不想再猜了，我就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么极端的受不了，对，再这样就好了。那你告诉我越南是哪一个？越南是最右下角那个哦，它是在盆子里面的。它是他们捕鱼的船，然后上面有插越南国旗。哦，哎，没看到，太远了，角度问题，角度问题啦。但是在这边真的很棒，我们就是用食物，然后跟着照片一起跟着你们去环游世界，这样又有很多小故事。对对啊，所以来这边如果也是背包客的朋友啊，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跟老板聊一聊，跟老板取经，对，老板他们都非常有经验，真的啊，哪里住的便宜，哪里好吃，好不好？在这边不止吃东西，还可以免费交朋友。对，好，那我们就来吃饭啦，赶快吃饭。太期待了，好香哦！刚刚真的好饿哦。对，而且老板四种咖喱都上给我了，太棒了，太厉害！我想先吃哪一个？这个应该是最辣的。那你就先吃这个，你现在表现一下你吃辣的功力。加一点柠檬，我已经准备好了。好，混一混，你就可以喝了。好，那我吃面，直接吃面。我喜欢，好浓好香又很辣，很辣，没有很辣，不过对你来说应该是超辣。怎么样，变成吃拉面了？它里头是有放很多那个香料的，所以其实是很香，那面是香的。对啊，我觉得它那个香料很厉害耶，而且它有点椰香的味道，对对对，所以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哇，那换我，我吃的这个是印度咖喱。你的这好像那个南瓜汤哎。对啊，而且这个这样子撒起来，我都不敢把它弄坏的感觉。我先喝一个这个汁看看啊。它有一个好绝妙的味道哦，而且稠稠的沾哦。你怎么？你干嘛偷吃我的啦？味道完全不一样，哎，我觉得好好吃，因为你的是大量的番茄跟洋葱去煮的汤，然后再加上它的鸡肉的香味，非常的浓郁。这鸡肉超级嫩，很嫩，感动了。然后蔬菜的味道，蔬菜汤，对。然后它有点像浓汤的感觉，但是它鸡肉真的好嫩哦，应该是它炖很久，应该是就是它入口即化那样子。因为有时候我还很怕吃咖喱点鸡，是因为我怕很干，
就它可能酱很好吃，然后鸡肉超干，可这个超级软嫩的，这个呢也不是很浓稠，也不是很湿，那它刚好可以裹附在这个面皮上面。那你这个比较浓稠，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沾那个饼啊，我觉得刚刚好，因为这个饼里面其实很扎实，就是你可能看不到，它里面很扎实，所以它咬起来口感很好。因为我的鸡肉也好嫩，好吃。我觉得它那个香料很厉害耶，等一下去偷看一下它那个是什么。说有多搞纲就有多搞纲，看看这么一堆的香料，首先要将它们通通放进食物调理机里面打碎，因为分量相当的庞大，所以要分多次处理。而且这里的咖喱啊相当特别，里面是一滴水也不加，完全取用蔬菜的清甜还有水分。这时候到烤箱里面的烤洋葱们就派上用场了，同样放入食物调理机打成泥状，完全不经过滤，让来这里的客人都可以品尝到香料以及蔬菜的纤维口感。最后这一道工就是直接放到炉火上不停地搅拌两个小时，哎，光看这个就觉得超级累的。看完以后我决定以后还是直接来吃好了。还有两个咖喱我们要试试，我现在前面的这个就是基本上大家在家里头也是常常自己做的日式苹果咖喱，来我就吃它一个精髓的马铃薯。我最爱吃马铃薯了，真的它好烫的感觉哦。我要吃透气的，我想吃肉，怎么样？好吃，好甜呢、啊！哎，那个苹果的味道整个已经煮出来了。嗯，这个感觉是它用水果去熬煮出来的，所以它完全是天然的味道。而且目前知道这三样啊，我就发现老板其实都有做小小的跟动，就是通常比如说我们台北的东西会非常的辣。嗯，那它的辣度是我们就台湾人可以接受的，然后印度的东西其实香料味应该是特别的重，对，然后有时候会让你有一种太距离感，因为我们对印度料理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它，我觉得它有做稍微的调整。对，换我，我要吃这个，这个是绿咖喱，吃一下。你这个是比较湿的，嗯，辣的刚刚好，我喜欢。我觉得这个辣的，你觉得可以吗？你喷火了吗？我们特效要帮你，没有到喷火，怎么样？但它的辣度居然比台北的还要辣，有吗？我觉得有，还是我刚喝不到，不够大口。我觉得喜欢吃辣的人，可能这两种都很推荐，但是它味道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的香料味比较重，不知道是香茅还是什么的味道，它的香料的味道比较重一点。这个四种咖喱我吃完之后，我有一种环游世界的感觉了。而且我觉得你有点没办法选择哎，所以大家来真的可能要四个都点吧。对，大家都就是找朋友来，然后可以一起 share， 对，会比较好。有人又要拿碗进来了，过你的粉，我都听到那个敲碗的声音了。什么？先给你们吃日式咖喱，来分一下，分一下，哎，我不要分了，这个就我留我了。你讲这个不好意思，不行，别，不为所动，听不懂，没关系，为了五斗米折腰，为什么美食节目做到这样啊？下次我们自己来吃。哦，喝一下饮料。哎，你们很棒，哎，慢点，不好意思，我要陪伴。为什么大家抢成这样啊？大家饿成这样是怎么回事？对，我从来没有录过一个美食节目，然后就这样被抢光，录到真的空了。我们干杯，为了我们这一集收视长虹。我刚刚吃到有点打嗝。还想要演一下，走耶！没想到文创配上美食，竟然有这样子令人惊艳的火花！你看，每一道看起来好好吃哦，而且它看起来很精致哎。
这个呢是我们店内呢目前的人气的一道餐点，叫大地料理。为什么取名叫大地料理呢？因为我们标榜的是让食材决定食物的本来之味。那不如我们一吃就会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什么食材。那不如我们从这个先开始吧。好，那这道的名称叫做……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黄金面线卷。所以外面这样一丝一丝的，它就是面线。我们把面线呢包裹着某个东西呢，然后下去炸，所以呢吃起来会特别酥脆，又不失这个面线它软嫩的口感。那最中间有一个东西，你们吃到了吗？知道了。对，那我们是一个手工的盐卤豆腐，把它包在里面。那上面的酱料，你们吃得出来是什么吗？味噌吗？没错，辣味噌，有点调味的味噌，对吧？对，我们用味噌呢，然后来提味，然后让它的这个味道呢，吃起来呢不会太干涩，因为味噌刚好可以湿润那个面线。对，里面呢，它的那个面线啊，吃下去真的有点那种小点心的感觉。不过在里面，它的那个豆腐的味道，就是有一个那个黄豆的香气，不过它却跟我们的那个味噌很合，是不是因为他们是粉丝一家？其实是一样的，粉丝对啊，因为他们味道有点粉丝同根生，没错，所以你会有豆香味，就是来自于黄豆的关系。这样子的那个创意料理呢，不止这一道，这是面线卷可以，我们再试试看旁边的这一个，这怎么看起来刚就觉得有点日式风格，有点像那种汉堡排的样子。对，那这个呢是酱淋花味噌豆腐排。是不是有点难入口？很高，对，太高啊，因为料太多。上面不是萝卜吧？不是，它是马铃薯，马铃薯泥，马铃薯泥。里面是那个猪脚肉是吗？对，还有吗？豆腐在哪里吗？没有哎，在哪里？其实豆腐已经融于其中了。这个也算是甜点的一种。甜点，对，我觉得它很像咸的冰淇淋，炸渣米的。猪脚肉是吗？对，还有吗？知道豆腐在哪里吗？没有哎，在哪里？对，其实豆腐已经融于其中了。还是怎么融于其中？这个有点像分子料理的概念，我们把豆腐呢打成泥，就已经瓦解它原本该有的形状。那把这个豆腐泥加上绞肉还有蔬菜之后呢，变成像这样一个可乐饼的方式去炸出来。那上面再加上了这个马铃薯泥，然后跟味噌酱去提味。那这个味噌呢，又跟刚才你们吃到的那些味噌又不太一样。我觉得啊，这跟以前我们吃过的日式可乐饼很不一样哎，因为以前的那个马铃薯泥它其实是包在里面，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比较难去吃刚刚安导说的那种食物的原味。而且它下面那个其实感觉就是很中式的汉堡肉，对，因为它里头有葱花，所以有点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吃一些葱啊蒜啊，然后我就觉得哦。很有台湾味，但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旁边那个我应该认识，它就臭豆腐嘛。对，这道叫做呢葱爆香辣豆腐，还有香辣，但是它的辣呢，并不是真正的辣，而是调味料的，对，因为有些人会怕辣这样子。它其实是调味料当中呢有一种的辛香料，太明显了，这我最爱的哦，是什么？孜然粉，孜然粉真的超香。因为通常大家对于孜然的这个定义呢，就认为说它是哦吃这种羊肉串啦、烤肉啦才会用到的东西，而且再加上孜然并不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生活当中会用主要的调味，台湾就是像盐啊或者是胡椒，对。可是呢，我们一改传统的这种卤味的方式，然后我们用孜然，其实它不单是干的可以使用，它加在卤汁里面，它会增加多一点的香气。你的那个豆腐啊，它其实真的是算非常扎实的，是的，对。虽然它有一些孔洞，就是拿来吸饱汤汁的。就是呢，在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个是的豆制所呢，所专门生产出来的手工盐卤豆腐，这么厉害，对，哇，所以是纯古法制作的。那这种古法的制作的豆腐呢，它在吸这个卤汁的时候呢，特别的入味。真的，难怪每一口其实吃都会吃到那个卤味的卤汁的香气。但是这样吃，这个是我们的饭后甜点吗？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店内的。不要告诉我它也是豆腐了。当然不是的。我刚刚以为他想说这是吗？对啊。这个呢是我们手工做的一个碧螺春棒蛋糕啊，碧螺春是不是也是很红啊？对，算是三峡的名产。对，是的。那我们把这个碧螺春呢，哦，加在我们的这个蛋糕里面，做出这个特别的棒蛋糕。所以在下面这边是碧螺，绿色的部分是碧螺春。
碧螺春味道好香，好浓哦，好香哦。嗯，我觉得这种茶味啊，可以有一点比拟像抹茶，但是呢又有不同的那种香气，它少了抹茶的那个微苦涩的味道，其实也是有，只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比例上，你看到它奶油的部分比较多，所以呢就会去抵消它的苦。哦，所以是因为你们比例的关系，所以让我其实只是吃到那个碧螺春的香气跟茶的，它的苦味还是在的，只是让你的舌头呢误会它不存在。我真的误会了，但其实它骗我们。那你在这边吃饭，我觉得很棒哎，因为听说你来这边吃饭，你的筷子还可以带回去，因为你们也很注重环保，是的，真的，对啊，我们长期呢对于土地的认同，还有我们在做社区的一些营造等等，所以呢，我们也提供了像这种特别的筷子给大家，它是呢使用稻壳制作的环保筷，就不会对那个大地产生污染，它会自然氧化，你以后不用担心它会出现在鲸鱼的肚子或海龟的鼻子里面，对，那我就安心了。当你不使用它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插在土里面，那它明年呢不会长出一片稻田，它就化为土地。可是化为土地也是很神奇。而且我们这边的话呢，用餐的话都要事先预约，因为呢像这么多的配料，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那我们整套料大地料理里面会有七样的菜色，那这些菜色都是要事先去制作跟准备的。所以今天就差不多是这样子了。当然没有啊，我们以为这已经已经够丰富了，前菜而已啊。我点心都吃了，对，我们已经吃到点心哎，是先让你尝的甜头而已，真正的甜点还在后面。还有，对，那还不快点？走吧。吃甜点啦！哇，那甜点看起来很特别。对啊，还记得我们刚刚吃的餐点当中什么东西最多呢？豆制品对吧？对，一样。那我们的这些豆制品呢，全部呢都是由我们在身后的这些国产豆制所呢所生产出来的。哇！对，那而且都是呢使用了台湾100%非机改大豆去制作。那当然有豆腐制品呢，就会有这些周边的甜点啦。啊，我先从这个金芒白玉豆花开始。上面是抹茶粉吗？哎，类似，但是它是在我们三峡这边原产的碧螺春茶叶做的绿茶粉。哇，可以试试看。我就从你们引以为傲的绿茶跟豆花下手。你们的豆花我在挖的时候，我觉得它有一点顽强，比较对对，它不像一般就挖就下去，有个性的豆花，对，比较个性。吃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在嘴里更强烈的抵抗。等一下，那个抹茶粉味道也太浓了吧？很浓对吧？才沾一点点而已。对，你的豆花为什么有点带咸味？很可怕对吧？没有到可怕啦，就是有另外的冲击，想说不是这样的口感，不是不好吃，很特别，很好吃，可是那个味道就不是想象中的豆花。那你现在觉得现在嘴巴里面是咸的味道多还是甜的味道多呢？我觉得我刚刚觉得是各半啊，各半偏咸一点，咸甜这样子。好，其实呢这是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豆花，包括你刚刚吃的那个豆腐呢，全部都是使用传统的盐卤去制作的。那盐卤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盐田看到的，除了捞起来的盐的结晶之外呢，剩下所残存的那些海水，它会把它过滤之后来做成卤水。那就是呢在做豆腐、豆花、豆干很天然的一个配料。哦，就可以让它凝固的原料。所以它才会带一点微微的，是的，咸味，带一点咸味。那这个咸味呢，刚好来做豆腐的时候呢，我们吃起来虽然它是甜点，但因为有一点咸，所以让人觉得有回甘。是平常我们做豆花不是用那个说的盐的那种。如果像市面上来讲，现在有一些单位他们在做的豆腐啦、豆花啦，他们会加石膏粉或石灰粉。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他们只是要让它当中的钠的成分跟植物性蛋白质做结合，产生黏的。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常吃下来之后，它会造成我们体内结石。所以对身体会有负担。对，虽然只是一点点，可是你长期使用之后呢，还是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它其实也影响了口感的不同，对不对？因为平常我们吃的那种豆花，有一点快要偏向像布丁那样子，就是因为它使用那个原料，所以你吃起来会有点过滑、过 Q， 就是有点不自然的弹的感觉。可是这个豆花吃起来细细的又化开的方式，很不一样。再搭配我们自己蜜的黄豆。
红豆，还有旁边的这个丸子，然后你一起来吃看看。黄豆、红豆还有丸子，这样吃下去就不能讲话了，因为太大口了。我真的觉得那个豆花的那一点点的咸味啊，它就会让那个豆花不是就是以前那种糖水的感觉，对，不是糖水，对，你就会吃下去那种咸甜各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甜点是有这样子不一样的滋味。黄豆跟红豆你虽然是去蜜过，但是也不是说那种很过甜，比较辣的那种，它还是有一点嚼劲。我是觉得它那个白玉的部分啊，它是咬起来每一口都你感受到它里面的那个很扎实的口感。但是这样子，这个是甜，这看起来这个是咸的，就应该是更咸的吧？这个也算是甜点的一种。对，但是呢，这个就跟我们食堂刚刚介绍那些餐点不太一样啊。我们在这里呢，搭配了另外一种的模式呢，让大家来感受豆干不一样的吃法。哇，豆干！对，这个是用黑豆做的豆干。黑豆上面的酱汁是？你们先吃看看，我等一下再跟你解答。我刚刚调酒的 pose， 你打几分？再来一口牛排，一口红酒。用黑豆做的豆干，黑豆上面的酱汁是？你们先吃看看，我等一下再跟你解答。是味噌啊？哎，味噌，味淋，是味噌，味噌，真的是味噌。我们就是在豆腐呢上面淋了一个味噌，而这个味噌呢也是我们的酱效坊自己酿的味噌。做这个味噌呢，必须要用使用台湾国产飞机改大豆，然后还有花莲罗山的有机米，再加上台湾天然的海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从日本空运来台的，拥有300多年历史的一个米曲，叫做 Fuji。对，那这四种原料呢混合在一起之后，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味噌。我觉得它很像咸的冰淇淋。因为它咬起来就是一样，跟冰淇淋一样，它里面扎扎绵绵的，细致度也很像。其实它就是咸的，然后沾味噌。而且我们家不是有一句话说，吃味噌是不需要医生吗？对，豆制品其实好像在吃下去的时候，对人体的营养是很棒的。对，因为像这些呢，黄豆呢，就是属于我们东方人的五谷杂粮当中的主食之一。它里面呢，像是比如说大豆异黄酮啦、卵磷脂啦，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可是呢，其实黑豆的养分呢，来的比大豆更高。哦，真的。对，那像它里面还有特别有花青素。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呢很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天然食物。对，雪宝，刚才你说到呢，我们这个豆干吃起来像冰淇淋嘛，但是呢，我们这里还真的有冰淇淋。对，马上帮你上一下。哇哇！你怎么不接？我想说，我刚刚我已经惊叹到我忘记接了。原来拍手就有冰淇淋进来，那以后你多拍几下。没有。而且你看它上面还有这个豆干，是豆干。对，那个粉是黄豆粉，然后旁边那一片呢，它也是豆腐。它是豆腐。对，它是豆腐。好硬的豆腐哎。干，就是豆腐的饼干。哦，可以拿来当汤使用，超脆的。是啊，烤的超收的超干的。刚开始我还想说那个豆腐味没有太重，就没有我咀嚼它整个超浓的，超浓的黄豆香，爆出来。对啊，我刚吃了一口冰淇淋啊，我觉得它吃得到食物原本的香味跟甜味。如果大口一点吃的话，你会发现很像在喝豆腐，很像。它只是豆浆变成这个形状，对，就是这样子，我们改变了豆浆该有的样子，就是其实就是那个你含进去，然后等它融化的时候说，哦，它是喝了一口冰豆浆，对，有很浓很浓的冰豆浆，真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奇是你为什么还要特别开一个就制豆所，就做这些豆制品啊？因为呢，我们长期的关心就是台湾的一些农民的生计啊，还有跟土地有关的一些议题。那我们发现到呢，这些农民呢，他们在栽种这些豆制品的时候呢，比例是逐渐下滑的，而且呢，市场的需求量也不如从前。我给你们猜一看，你们今天吃到的这些豆制品使用100%国产飞机改大豆来制作的，对，它在我们市场的市占率占多少？10%，好高哦！啊，5%，太高了，不会走2%吧？2%的话也算理想，哇，
有千分之七而已。那我们平常吃的豆腐是从哪里？其实呢，很多的一些像是食品工厂出来的一些豆制品呢，他们现在大部分都使用加拿大进口的机改大豆。机改哦，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机改大豆呢，哦，他们来使用之后呢，大幅的可以降低的成本。那为什么我国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嘞？就是因为栽种的土地现在面积不大，然后再加上呢，这边常常会有风灾啦、水灾的影响，因为像今年又有水灾这样子。然后进口的那些豆子呢，他们是用量来抑制它的这个成本，再加上呢，其实这些呢，国外进口豆呢，它原本不是给人吃的哦，它是饲料豆。那当然它的为什么你喝到的这个浓度呢没有那么浓，或者是它的口感呢没有那么好呢，是因为它本来就只是为了给那个牲畜吃饱。那像你吃到这个冰淇淋的豆浆啊，它的浓度呢大概在8度到9度之间。那你一般市面上喝到的早餐店的豆浆呢，浓度大概在2度到3度左右。哇，差别很大哎。对，我们一直在宣导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更关注我们台湾的小农。对对，其实你也就是在做文创产业这部分的时候，也是关心到这一部分。对啊。好，那你们呢？以为我们只有这些甜点吗？不止吗？对，在我们这个地方呢，除了是我们的豆制所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基地叫做德行聚落。等一下我要带大家去呢，喝一杯呢平常喝不到的咖啡。咖啡，咖啡，哦，快去吧。走啊，走啊。Hello，学宝，我们的隐藏版咖啡好喽。谢谢，谢谢。很期待，来试试看吧。好，刚刚萱萱你煮的这个咖啡，它叫什么名字？意记，意记咖啡。它是在耶索比亚的意记山的豆子，然后它种类很少，然后就是它风味也很独特，所以就叫它意记豆。因为刚喝下去的时候，觉得它好像有带点那种果酸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也没有像我们平常喝的咖啡这么浓，对不对？比较像水果茶，因为这种咖啡它是属于中培的，对，所以不会那么浓烈，那咖啡也不高。那再来，因为它来自于非洲，所以它热带的风味会比较足够一点。所以在冲这个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特别有难度啊？就是在冲的时候手会一直抖，就是水柱要一样。它的水流的大小需要一致。对，所以你在那个如果一下子太重的话，就唰。对，就是要从细，然后慢慢变大，不能就细，然后就突然变大。所以它还要变化，它也不是维持而已。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咖啡会怎么样？会有点涩涩的。没有这么顺，冲的速度太慢了，那它的苦涩味就会跑出来，所以它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水量去把它的咖啡最好的味道萃取出来，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萱萱是你们这边的培训那个人员吗？他不是我们这边的营业的人员，但他是我们在地方上所培训照顾的一群孩子。所以你在这边其实有一些教室是给他们可以免费去上一些课程，学只有学冲咖啡吗？其实冲咖啡只是他们其中一个课程，他们呢除了冲咖啡之外呢，还要学习像是有精工啦、美法啦、皮革、木雕等等这些课程。对，那透过这些课程呢，其实我们在帮他们建构呢对未来的职涯发展规划，还有呢让他们有增加一些一技之长。那因为呢他们的家庭状况都比较特别一点，所以呢当他们拥有了这些一技之长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呢出社会之后可以找到工作，或者是呢自己自力更生，那就可以跳脱出需要被别人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构想？其实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执行长呢，他十几年前就在陪伴我们偏向的一群孩子，可是后来发现呢，只是单纯陪伴呢并不能够帮助他们什么，只能够解决眼前的困境而已，他们还有要面临未来很长的人生，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呢帮他们解决未来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就先从职能这一块发展，透过课程的方式呢来让他们学习。那平常的话呢在店里面是点不到的，可是呢你如果每个礼拜四愿意晚上来这边陪他们上课的话，也可以喝他们的咖啡。那或者是呢大家也可以呢邀请他们呢，比如说去呢公司行号啦，或者是去一些活动去摆摊，那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其实也可以建立他们跟人之间的接触，还有呢不断的精进自己冲咖啡的技术。像是有些园游会其实就可以请这些同学们一
一起过去。他们现在也去过很多地方了，他们上次去四十南村啦、市政府啦，还有华山啦，都很多地方都去摆摊过这样子。哇，好厉害哦！因为这个咖啡其实喝起来真的跟外面卖的其实味道不太一样。咖啡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一样好喝的，可能更温暖了一点。因为你刚刚很认真在泡给我们喝，所以喝起来更好喝。谢谢，谢谢你，谢谢，干杯。写说，如果你没有戴上你的微笑的话，就表示你还没有打扮好。我跟你说，你这样就不对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带来的地方是一个酷酷的地方，而且我要带你体验熟女的夜晚。走 ，Yes！ 哎，你看这个好好吃哦。这个我也想吃。欢迎光临，想吃些什么料理呢？嗯，我想吃招牌。招牌，招牌。我们招牌的话有一个低温酥肥无骨的牛小排。好，就它。就这个吗？对对对，我想要吃海鲜。海鲜类啊，那我们目前现在季节上推出的话是西班牙明太子海鲜烤饭。好味烤饭。上面淋上明太子酱，那其实就是会进烤箱再烤一遍。好，那我还想吃一个鸟。鸟？什么鸟？禽类啊。禽类那个宜兰青葱鸭胸烟花女一般，老板真的听得懂你讲什么？对，我知道。他马上给你一个鸭胸，那个也算是禽类的。好啊，那就是那个。那我们三道好了。三道是不是？好，那有想要配一些酒吗？因为我们的餐点主要是以餐配酒的方式去呈现。对，那我也可以建议你们可以到吧台那边跟我们 bartender 聊一下，想喝什么酒。今天餐点他会介绍你配合一些什么样的酒类。好。这样子好啊，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那我们去点酒吧。哎呦，这好难找。哎 ，bartender， 哎，怎么了？听说这里是以餐佐酒，没错。所以我刚点了三道菜，先让我帮你调一个什么适合你的酒。怎么样？我看有没有。好啦，你刚刚问的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找我的好朋友为你解答。好，你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琪琪。哇，琪琪是这样跑出来的。他从哪来？为什么会从这个？秘密通道，秘密通道不能跟你说。我刚刚有听到，点了一个无骨牛小排，没错。那牛肉的话，它是属于红肉，还有适合搭配红酒，还有搭白酒。像海鲜部分，我就很推荐客人喝有清爽的气泡酒或白酒。那我刚刚调酒的 pose 你打几分？几分？请打分，满分十分。哇，好水都要流下来了，真的耶。真的是外面就是比较酥的，然后里面有一圈其实是有点像是肥油的部分，反而是因为它烤过，所以它会说你吃下去的那个油脂可以这样子喷发出来。调酒的 pose， 你打几分？几分？请打分，满分十分。满分。谢谢。琪琪怎么一来就说谎？准备好我的刀叉了。好，那老板在你旁边。对，我们先欢迎一下老板。好，谢谢，欢迎老板。老板要怎么称呼啊？叫阿威就好了。阿威。对。那今天要麻烦老板跟我们介绍一下。对对对。介绍一下，是不是？先以我们的低温酥肥牛小排。嗯，对。对，那低温酥肥就是以慢式熟成的方式，对，去处理这块牛肉。处理完的时候，我会直接进烤箱去烤过一遍。所以等一下这个吃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外酥内嫩。可以先吃吗？可以，先吃一口，先吃一口，耶。
真的是外面就是比较酥的，然后里面有一圈其实是有点像是肥油的部分，但其实油脂吃下去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油腻，反而是因为它烤过，所以它会说你吃下去的那个油脂可以这样子喷发出来。它这个配菜好精致哦，你看它旁边这个配菜它弄了好多东西在旁边。这个的话我们就是用烤食蔬，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其实他们吃比较养生，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让食材的原本的风貌，直接用橄榄油淋橄榄油，一些盐跟香料提味，那我们就直接进烤箱去烤。受不了，我要吃一个薯条。薯条上面搭配那个松露酱，哎，也可以试试看。我可以单吃松露就好。耶，不行这样想。最喜欢吃，而且上面还有刨一些起司。对，帕玛森起司这样子。好吃哎。那我们赶快来吃下一道好了。鸭胸，宜兰青葱鸭胸腌花泥。因为它其实腌花泥就是古时候的一种做法，就是以酸豆跟体育还有一些辣椒上去做一个调味的一道以红酱为底的意大利面。对，那只是说这一道其实目前现在我们去做了改良。上面的话会加我们的这个烟熏的鸭胸，然后包含到我们的巴萨米戈酒醋，所以吃起来这一道是酸甜酸甜的感觉。听到醋啊，会以为是很酸的，但它其实没有，它是带一点点微微的那种果的香气的味道，对，整体吃上去就会觉得反而是一个很清淡清爽的一个肉类，因为通常人家会觉得红肉就是比较重口味的一种肉，但很少会想到说红肉可以吃到一种清爽感，我觉得它虽然是红酱底，但是它吃起来是有一种清淡的味道，然后配上这个鸭胸刚刚好，就是。它不会让你整个吃起来很有负担感觉。面条偏硬，可是它的酱汁都有吸收，都有在果腹在上面，就是它选的这个刚刚好。再来就是我们的烤饭，海鲜这道料理其实会就是用比较传统的西班牙烤饭，等于是说上面的话我们会去多增加一个算是用明太子酱。所以这黄黄的就是明太子酱啊，对对对，没错。平常我们看到的明太子是红红的，但你的这个比较偏黄啊。这个的话，我们有去做一个调整，比如说像一些香料跟那个梅奶汁，因为明太子本身有点微辣，对不对？那这边的话，其实族群有些是偏小孩子，小孩子家庭族群，就是小朋友也可以接受的。对，因为我们到这边，其实他们会希望是以他们的客群为主，对，去做调整。OK， 那我来帮你吃。赶快讲完，看到我们要放手了。对啊，我来帮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明太子味。哎，好，我整不了了。我觉得明太子已经是鲜的，然后再加上更鲜的明太子，对，鲜味就提出来。对啊，好吃，上面有青椒，因为我们青椒其实会带一点它的甜味，所以这道炖饭吃起来就是还蛮下饭的，我觉得还蛮好吃。我觉得它吃起来的米粒还蛮特别的耶。对啊，它是怎么样子烹调出来？让它早上会先煮好，会煮到半熟的状态，那再就是直接是加入我们的那个酱汁里面，对，然后再进烤箱，进烤箱。所以它就是整个在它半熟的状态之下，就吸裹了那个对精华的汤汁，就是米粒吃起来其实也是粒粒分明，对，粒粒分明的，就是、OK 的。我觉得老板，你每一个虽然都有做一些你们自己的调整，但是就也把原本的这道菜的一些精神也是留下来了。就不吃就是意大利的他们的一个传统精神，对，调整到台湾客人爱吃的口味，我觉得很棒哎，我也喜欢。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老板，你们不是要推荐边喝酒边吃东西吗？对，那你们现在手边有你们自己刚刚点的一杯调酒，那我们可以试试看边吃饭边喝调酒的那种氛围跟心情。我觉得它很有一个香气，然后它喝起来又不会让你觉得酒味很重啊，然后喝起来很，你知道会有负担吗？负担。好，那我来配一下。配饭，准备我的，我觉得好惬意哦。换你，我现在呢要来一口牛排，一口红酒。这边的居民他属于那种就是下班之后就会想要来吃一点一些
东西，喝一点酒。那这边的餐厅的氛围是比较放松的感觉，吃一点东西，那也喝一点小酒，跟小孩子聚聊聊天，跟家人聊聊天。我刚喝完那一口，我真的就有瞬间放松的感觉，真的。对，而且我这个红酒它里头其实还有放一些柠檬汁，就觉得这样子搭配红肉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我觉得被放松、被放电的感觉。而且这边很特别的一点，刚刚他说有热的红酒，我觉得热的红酒，针对季节性就是会推热红酒。有些人他们就是冬天到就选第一杯嘛，所以如果秋冬来的时候，就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嘛，你就可以点杯热红酒。哇，很棒哎！喝酒不开车，好不好？大家对，就是呢，这很重要。那老板，我们就继续享用我们的餐点了。好啊，谢谢，谢谢老板，谢谢。我觉得今天吃的好丰盛哦，真的，而且很难得，还可以来一杯小酒，真的，舒缓我们的压力，耶。手表，什么东西？等你等我一下，baby，你等我干嘛？我要私讯，baby，baby，阿诺又这样走了，丢我一个人。不过没关系，其实雪宝自称饕客，所以我其实有口袋名单，这样我就不要告诉他。今天的观众有福喽，我要告诉你们一家很酷的餐厅，是上海江浙餐馆。等一下就来告诉大家。我们的东坡肉是我们的镇店之宝，是我们销售的冠军。它非常的香软，肥而不腻，然后入口即化，吃了还想再吃。本身就很喜欢吃美食，也爱料理，曾经当过里长的老板娘林富子，对于经营餐厅这块一直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看着北大特区这块已经有相当多各国料理的进驻，却少了中高阶中式料理的选择，所以呢，老板娘就决定自己开一间以江浙上海菜为主的餐厅，提供给民众不一样的选择。其实我一直想要创造一个商务聚餐、家人聚餐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我们用很多的心思在设计这个餐厅。它虽然是中餐厅，但是它有比较时尚的一个氛围。另外呢，我们也首创在这样子的餐厅里面，我们摆了非常多艺术家的作品，比如说三峡国宝级大师李梅树老师的作品，还有在门口呢有蒲天生老师，他是台湾第一代雕塑大师的雕塑，所以我们这边已经被誉为是整个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最美的艺术人文餐厅。曾在英国留学的老板娘有在上海妈妈餐厅打工的经验，也因此学习到许多关于上海菜的料理精髓。而上海江浙菜做工繁复，加上台湾食安问题相当受到重视，也因此在食材选择方面也更加谨慎小心，让客人吃得安心又健康。东西不新鲜，技术再怎么好，还是客人无法去接受，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子，所以说要求的话会很严格，食材方面的话，品质上面就是会比较要求。墨鱼烧肉可说是体现中菜料理鲜自觉的精髓，而所谓的鲜呐，就是鱼加上羊，海入精华交织出来的美味哦。标准的三层肉，那我们会取差不多5公分的左右的一个宽度，然后下去炸，把它的外皮啊炸成酥硬酥硬这样子。炸成这样子是因为说下去卤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散开。墨鱼的话就是说我们会把它洗干净之后，一样会把它切成块状，所以说我们都大约是在红烧肉快透的时候才会把墨鱼丢下去一起烧。烧到软硬度适合的时候，用梭子的方式包在墨鱼跟的肉上面，口感上面会比较肥而不腻这样子。剁椒鱼头的重点其实就在于其中的剁椒，
经过天然发酵的剁椒，味道香醇而不呛鼻，是许多料理中的灵魂食材。这个辣椒要经过鸡油先去炒，然后还要去腌制发酵，隔了7天之后再来使用。那你在吃它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香，有辣的感觉，但是又不会到你无法承受。接下来这道啊，就是雪宝我最爱了，也被称为来电必点。你看那个表皮油亮浓郁的色泽，包覆整块3层肉 ，Q 弹软韧兼备呀。肥厚又不腻口的油脂，加上入味又不干柴的瘦肉，不管是直接入口还是夹成挂包，都让人回味无穷啊！我们的东坡肉是我们的镇店之宝，是我们销售的冠军。很多客人吃这道菜都会觉得它非常的香软，肥而不腻，然后入口即化，吃了还想再吃。甚至很多不敢吃肥肉的人都觉得说，跟挂包配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味道简直是绝配。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惊艳，所以到现在它是最受欢迎的一道菜。接下来这一道汤品可说是上海江浙菜中的经典之最，所谓的腌笃鲜，也就是腌炖鲜，以金华火腿炖煮猪肉，融合鸡汤底的浓郁和笋子的爽脆，成为一道乳白色带有金黄胶质与鲜美口感的温暖汤品。腌笃鲜里面的食材呢，有鸡高汤，有百叶，有家乡肉，有青江菜，还有笋子。这道汤品它非常的浓郁，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腻。那上海人他很喜欢吃百叶豆腐做的东西，加上冬笋或者是竹笋下去熬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所以这道是几乎是上海人家家户户必喝的一道汤，也是餐厅里面上海菜做的到不到底，其实看你的砂锅腌笃鲜的汤头做的好不好就知道了。这道甜点是蒋宋美龄夫人相当喜爱的一道菜，采用新鲜莲藕加上糯米蒸熟，之后呢再加上蜂蜜及冰糖熬煮的酱汁，最后啊还要撒上桂花增添香气。莲藕的蓬松与糯米的香黏，再配上酱汁的甜美花香，成为这桌料理的完美 ending。如何去创新使用既有的食材，然后又因地制宜，当季当令，这是我们主厨他非常用心的地方。我们也会希望说，客人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不同的惊喜，但是最经典的一些菜色我们还是要保留。这里啊，其实还有隐藏私厨料理，而厨师会在客人面前一道道呈现美味，这可是要特别指定的哦。三峡北大特区真是个好地方哎，要文艺有文艺，要美食有美食，大家有空假日也可以来这边走走逛逛，度过美好的一天。